河南欧科塑业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沂沟镇工业园区，占地面积约8000余平方米。公司拥有专业的设计、生产、施工队伍，可为客户提供现场设计、施工及售后服务。标准化的环保厂房设计，设备齐全，坐落有致，使用正规厂家的原料加工，让客户采购无后顾之忧。安全生产、质量保证是车间一直秉承的信念。磨压车间、挤出车间、组装车间、数控车间，从加工上把好质量关，做出合格产品。每一款产品从出模、加工到包装出库，直到送到客户手中，每个环节都要经过严格的把控，精确到一分一毫，精益求精。我们追求完美，呕心沥血，只为赢得客户的信赖。保证品质，让我们在每一位客户的心中树立起诚信的好口碑。立足朝阳行业，欧科人有信心、有能力不断前行、不断攀登。欧科人会凭借自我的潜力、毅力走在行业的前沿。海盗无边船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好的口碑在于先进的工艺和良好的售后服务，方能赢得客户的信赖。宽敞明亮的办公环境，一流的销售团队，有效地提高了工作效率，成功地谈下一个又一个客户，完成一个又一个目标。公司一直专注新产品的研发，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完善的检测设备，对出厂的每一款产品都有严格的质量检测，始终坚持以信誉第一、保证质量为导向，满足国内外客户的需求。欧科公司8年的历程，8年的艰辛付出，终将汇成一句话：欧科公司的前途将会是一片光明。成功的道路上，我们一同前行，共同实现我们的远大理想。